大家好，我是凤山分校的仁和老师。那我最主要教的科目为工艺设计，也就是 AutoCAD 跟 POE 的部分。在这两个项目呢，很多同学问过我会不会很难学。那我是觉得说，只要多练习以及多看它的相关书籍，就不会太大问题了。那至于就业的部分呢，我的建议是尽量把作品做好以及证照考完，这样子呢可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。也预祝大家呢能顺利的找到工作，谢谢大家。